设你结婚的时候你要求婚，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？有没有想过？我就发着光来求婚啊。提到许魏洲，黄景瑜可要说实话喽。我觉得我挺喜欢你的，要不你看怎么着，咱俩试试。我们在一起谈恋爱会公开，会公开。你有没有小鹿乱撞的感觉？砰砰砰的。文静是要看你有没有真的情感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也就是说你们俩有。我喜欢和你一起看电影，喜欢和你一起玩游戏，我喜欢和你一起做很多很多的事。周周，可以和我结婚吗？在那个演唱会的时候，上海演唱会，我当时呢就在台上面和他们说，啊，我今天不是单身了。其实，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。从今天起啊，我就不是单身了。其实人生中很多东西都是可遇不可求的，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。此刻最美最美的时光，给我最美最美的感动。有一次黄景瑜病了，那个时候呢赵康他生病了，就帮他买药然后照顾他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然后他的心就被打动了。哎呦我的妈，他现在心跳是90，身体骗不了人了。什么类型的女生呢？你的笑会为我吗？还能买冷，要啥你给我讲，你想要什么你跟我说。你是否听见了 Your love， 我其实你的户口本很久了，跟你领证就对了。对，黄景瑜他啊会到我家楼下来啊，到我家门口等我啊，干嘛的？我爱你。此刻最美最美的时光，给我最美最美的感动，每天爱你爱你的线索不再沉默，想你每夜每夜的星空竟然也会出现彩虹，这幸福握住了绝不放手。黄景瑜、许魏洲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搬到一起住了，而说起两人之间的关系，我跟许魏洲觉得爱情这件事情本身应该是没有什么界限的，不管什么种族啊、性别呀、啊、什么的，这些界限应该都不存在。我觉得所有的真爱，所有真正的相爱，都应该是被大家祝福的。我也应该去朝拜朝拜。人家朝拜是为修来世，你为什么？我不修来世，我只求今生啊与你相伴。